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搏击的巅峰，拿到属于自己的金腰带。对于我来说，美国不是起点，也不是终点，它是通往梦想的台阶。拉斯维加斯，我准备好了。And now, in the blue corner, wearing black, weighing 126 pounds, standing 5'7", age 32, from Santana, fighting for Gym 2000, with a record of 1-0, ladies and gentlemen, introducing Linda Aguilar.Into the red corner, wearing white. She weighed in 129.5 pounds, standing 5'8", age 23, from Zhengzhou, China, with a record of 10-3. I present to you, Wang Kahan!武力和中国勇士战绩是8战全胜两个 KO， 排的是王可汗。And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Santana, fighting out of Gym 2000 with a record of 1-0, introducing Linda Aguilar。比赛现在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里贝埃拉酒店会展中心，为您带来的是 WF 环球拳王争霸赛决战拉斯维加斯的第五季的一场女子超级战。红方是中国勇士汪可涵，她是第一次代表武林风来到美国，而她的对手是琳达·安格勒尔。琳达·安格勒尔今年是32岁，而汪可涵今年是20岁，双方的年龄差距是12岁。但是我们在听众仪式上看到这个琳达·安格勒尔的身材啊，要比这个汪可涵要高。尽管汪可涵是第一次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打这个中美职棒赛，但是他在武林风的比赛里面已经是10战全胜，还没有能够输一场，而且在武林风的比赛里面曾经2次 KO 对手转正边拳。今天汪可涵可以说是带着一种怒气来到这里，他要在美国，在拉斯维加斯给美国人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，让他知道中国功夫的厉害。这场比赛打从开局来说悬念不大，你看汪可涵的拳法变化多么多哦。而这个琳达·安格勒尔呢，从打法来看就显得有点单一了，出拳的这个力度显得有点单一，就双方这个力量的对比，从出拳的力量来看，汪可涵要比琳达呢要重，是其一。其二，击打的这个准确度很高。从双方的比赛这个进攻的侵略性来看，汪可涵呢，可以说还没有打开，还没有打开。哇哇哇哇！我们场裁判是 WF 的毛经理。现在毛俊义给这个琳达·安格勒尔进行了强毒，我估计琳达·安格勒尔自己认输了，这还是在我们比赛当中，在武林风比赛当中还是第一次自己举手认输，说我不打了，我们双方谁太差就在那。因为从双方第一回合的开局，我们已经看到汪可涵的攻势、功力、他的勇气。他在美国 TKO 了琳达·安格勒尔，在武林风比赛当中还是第一次出现了选手主动认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fight comes to an end. 1:47 of round one.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in the red corner, Wang Kahan.